提取听上头了，哎，我弹幕抽几个人打一顿吧，怎么说？我弹幕抽四个人，包你们机票来上海，让我打一顿吧。哎呦，我看的有点上头了，兄弟们，怎么说？弹幕抽几个人让主播打一顿，火箭抽，这把打完火箭开抽奖，抽大概四个水友来上海，我打一顿。而且一想到你们是我的粉丝，打起来我操就更来劲了。粉丝，粉丝，可爱的粉丝，举着灯牌的粉丝，明宝明宝，我们爱你，抓来打一顿，开心。几个人来上海打我一顿，那也太残忍了，建议直接爆地址。那肯定不能爆地址，那爆地址面包人马上到我家门口。爽，他这个盾好烦。没事，他前面是没有那个散弹枪，我们直接干他就行。哦，哎呦，我操！我还以为他要把我翻过去，他要是把我翻过去，我炸了。诶，他把我翻过去，我就炸了。打闸蟹可以学两级 Q 吗？你不着急？不着急的呢。打闸蟹学两级 Q 慢慢好的。一车面包，怎么有个男枪在这里啊？别，哪有这样抓的？没学 W 啊？哎！这干什么呀？别来！这搞我对线的呀，没带传送的。哇操！这男枪死大妈了。没事，我诅咒你他妈女朋友把你绿了，明天就把你绿了。诅咒你女朋友把你绿了，你玩着玩着，直接女朋友打电话跟你分手。男枪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分手吧，不适合。然后你就。秋呀，你就雪花飘飘，你还搁这玩英雄联盟啊？我不喜欢跟张兵线的男孩子谈恋爱。你耳朵聋，我的，对不起。他不抱我一下吗？抱我一下，求你了，快点抱我，快点抱，快点抱，快点抱！好疼哦！来人了吗？干嘛哟？你干嘛哟？哈哈！这个人头绝对不能给男枪。哎！要脸吗？要不要脸？啊，要不要脸？哇操！要不要脸啊，兄弟，你要不要脸？今天啊，跟打野的仇恨又加深了一分。这好恶心呐、啊！各种蹭。
这不推推干嘛？这人要是跟我一个宿舍，我就跟其他，我就花钱买通另外两个人孤立他，妈个逼！我让他尝试一下校园冷暴力，操你妈！真离谱！让你尝一下大学宿舍里的冷暴力，妈了个逼！气死人！哪有这样子玩游戏的呀？就硬搞！知道为什么我天天叫打野别来上的吗？就是为了防这太多这种。太多这种了，这打野怎么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的？哎，这打野真下头，晦气，晦气，真晦气。我等一下要找个地方把他害死。好，好，好，嗯，好。真好，好像我也要死了。没事，死了就死了。我不但死，我还要送给剑圣啊！好死，他妈的！死亡我会支援你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我死了，送给剑圣开心。你就一个白银狗，你们说这种人他骨子里面是不是有那种阶级仇恨的那种东西？看不起下面的，又要去高攀上面的，他是不是有这种就特别自卑的呀？他骨子里是不是有这种属性？还白银狗，他自己是白银狮啊，可能是个小代吧。不过我感觉按照这个人的说话，他可能比较容易得罪人。和他收拢，和他收拢干嘛？没什么用。和他收拢不是浪费时间吗？没有必要。痛恨重生，他不走啊！哎呀，没打死他！哎呦，我是预判这里，他往下面搞，没杀掉他。好可惜呀、啊！哎呀，完了，这逼他妈吃完这个要吃我的塔了，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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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啊，还行还行，他没有发现，没有，主要这螃蟹他玩的也不是熟人度很高，我就不太好怎么预判了，懂吧？菜鸟克高手不是没理由。因为我不知道他出招的规律，我想来个反向三段，结果这反向三段没 Q 到他。嗯，7-4，剑圣能不能快点把他砍烂呢？求你了，他去祸害中单去了。剑圣能不能来点作用，帮我把他砍烂呢？那你还开 W 减自己数干嘛？跑去下路张都城去了。Nice， 剑圣，我操，给老子砍！阿卡丽，妈逼阿卡丽别坏事啊！哎呦，真晦气。干嘛呀！真是的，晦气呀、啊！阿卡丽怎么那么晦气？
你看嘛哈哦。你要干嘛？这杂蟹它的熟练度不高，杂蟹的熟练度不高。杂蟹玩的一般般，当然我这把没认真。我没认真主要有两个点，第一是被男枪给打扰的，我的游戏思路；第二就是我一直在看弹幕，一直在跟大家互动。主要还是跟大家互动的比较多，所以玩游戏就比较的专心，然后一玩游戏一专心就打到现在，就雪球还没顶起来，就你们要负相当一大部分责任，就没办法，包括漏炮车呀、被反杀呀，这种都是因为弹幕的问题，太难受了。怎么又跑了？我是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放技能。能不能给他越了？但我感觉剑圣是不是要来？剑圣要来，我要死了。哎，好像来了。剑圣不会要来的。点火能烧死，但是他有盾，算了。杂蟹熟练度高的还不怎么好打，他本来就远程英雄，而且他很肉，好打不能算是远程中距，但是还是个远程。救护车路过而已，路过而已，不要大惊小怪，他只是路过，他只是路过。是主播不能呼吸，得要救护车带走。420，哇，他好稳的，直接搞了个铁板靴。哎呀，我一看到铁板两个字，我就想吃铁板香煎鱿鱼。哎，有没有观众给主播点一份呢？主播已经好几天没吃肉了。你看那个瘦的，你看那黑眼圈，这主播已经好几天没吃肉了，能不能来个好心人啊？能不能来个好心人？主播好几天没吃肉了，营养不良了已经。还以为是神经科的来抓主播了。我感觉你不要在那边动我的线行不行？在那边抓痒，臭肥。没打到他，给他越了好了。他居然不爆我，那你不是死定了？操了，这大树把我拍走了，好贱呐！我真服了，稳杀了这个。我就准备三段下去了，二段都中了，再来个三段就死了。点燃死不掉了，点燃还有凯旋。这大叔好贱，得把我拍走。好贱的大叔。我感觉这个大叔的 Q 击退范围是不是增加了呀？我感觉拍了好远。阿莱哈去跟之类的，怎么可能你就是本人？多多的小汤圆说，怎么可能你就是本人？哇操！机器人控下人呐、啊，机器人！
妈逼闪现跑是吧？我这阿卡丽把男主把剑圣带过来，空下人呢、啊？哎呀！他直接闪现跑了，他要如果把这女枪打断一下就全死了。我在那里吃了一个女枪的满大弹幕时间，打了我一千一，太鸡巴夸张。这把人要输嘞，是不是要输？我操，裸银血剑的，预防伤害810，一时没把这大树给弄死，他老树盘根给我盘到下面去了。剑圣居然还有900块，不敢相信。要输了，要输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要输了，兄弟们怎么办？输了就会很难过，难过就会精神萎靡，精神萎靡就需要人安慰。怎么说？弹幕抽个幸运观众给主播飞一个吧，应该不会很过分哈。那我杀你好了，发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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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他是真的可以的。 Enemy triple kill， 不是吧？剑圣把人全砍。你还想逃？哟，把 Q 交了，那你就等死吧。真的，他们太多技能，我这把是不是得打团了？但我不想打团了，我打团好累的。臭树精要过来抓我，等一下。我等你过来我就弄死你。哟，我不找你你找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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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求你了。哎哟，怎么杀不死呀？哇，真的假的？他这个破树精打了我快800点血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算了，还是破剑者，这把不打算，这把不打算。5-11，4-11，就是阿卡丽还行。我去投鸡吧，去投个鸡吧。12-3-4，666，就你们两松剑士，两条龙还行，小问题。两条龙给他们，小问题。这龙并不能掀起什么波浪，它要出什么？螃蟹现在也流行出新虫了吗？大树增强了 ，QER 都增强了一些。我感觉大树他那个击退好像距离是不是偷偷增加了？他没写在里面。我感觉把人拍得好远，他至少加了有100码的距离感。他以前大树拍他不会拍这么远，人没感觉。我现在大树一巴掌拍你一下，感觉能拍你拍得好远。很莫名其妙的，什么意思？我这上去不会一村人在上面等我吧？没有人，大树在河道，鸡宝不要走那里会死的，又是他妈你的破树！别过来呀、啊，大哥！
你靠近我，我的那个会降低的。你靠近我会变弱的。为什么杀不死这女枪啊？她移速有这么快吗？机器人刚才勾了个谁啊？特别靠近我呀。他为什么要靠近我？他不靠近我就好了。完了，好像真输了，这真的可能太痛了。那些天堂，那是苍穹无尽、层层套叠的天空。男枪现实一定活得特别累吧，这要跑到网上来激怒别人寻求快感。别靠近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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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开，我谢谢你，求求你别靠近我。妈玩骚的，这女枪怎么那么肉啊，我操，她好肉啊，我感觉怎么打了不掉血？是因为盾的原因吗？是因为盾的原因吗？万人血书和他收了，哎，别跟他收了，去搭理他干嘛？去搭理他干嘛？这杂七又来上路了。偷偷来拆一座塔，应该不会有人发现。哦，600块。他妈的，跑跑跑跑跑！到你了，想逃？剑圣值700块，来个黑色切割者，打野不抓，只会刷野。他们怎么还在吵架？他们还在为一点小事吵架。Q 二边角怎么打人啊？你用尺量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家里有梯形尺吗？拿梯形尺量一下就知道怎么打。兄弟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让我走下，让我走下，让我走下。他妈的，都告诉你让你走开了，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你是不是听不懂？我想逃，哎，还真给他跑了。你看这个剑圣才 Q 几下就碎，真的太逊。我们压到起次，压到起次就好。哎，刚刚机械先驱是不是交了一个死亡闪？我不太懂，眼神有点不太好，问一下你们。考下观众的记忆力，主播其实是知道他用没用闪的，他闪了吗？我考考你们的记忆力，机械先驱闪了吗？说话，弹幕说话，他闪了没有？闪了吗？闪了吗？闪了吗？闪了没有？闪了没有？快点告诉我呀，他闪了没有？这把能出破盾刀吗？出破盾刀没什么意思，出破盾刀的收益太低。
有臭树精。哎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哈哈，哎呦，哈哈，这不就杀完了吗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评价这一波？弹幕说话了，弹幕。主播把控制抵消真的是用到淋漓尽致，还行。你要干嘛？你要阻止我吗？你可以试一试。我操，还真敢来阻止我！快弹你！哎呀，谢谢那小的钻粉飞机啊！哎呀，好久没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了，这主播都连续播了一年了，都没见过飞机这个礼物。谢谢那小的飞机啊！感谢那小的飞机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那小的飞机啊！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那小送的飞机啊！哎呦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大气了大气了，他人。哎，好久没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了，那还是在一年之前啊，主播都好久没收到飞机了。还行还行，拿下你！哎呦呦呦，树精来了！这个树精是坏的，它是一个坏的。哦，我要死了！拿下，还行，祝福，大家点个关注。